觉得很特别啊，这种传统的祭典。知っていましたか？かつて甲子園に台湾代表が出場していたことを。2014年2月，在台湾上映，并且造成轰动的电影《Canon》，描述日治时期台湾的嘉义农林棒球队打入日本甲子园的真实故事。而戏中饰演投手吴明杰的曹佑宁和中外野手苏振声的陈敬宏，这两位演员来到了日本三名泉之一兵库县的有马温泉。Canon 与甲子园和有马温泉的邂逅。有马温泉每年到了夏天就会举办一个名为有马凉风穿作夫的祭典。这衣服帅哦，帅啊，看一下。两人都是第一次穿浴衣，穿起来很帅哦。好，走，吃饭。祭典到了晚上7点，河床旁的小吃摊贩呢开张，到处都会闻到一股令人垂涎三尺的香味。全部的小吃都是当场现做，可以吃到热腾腾刚出炉的美食哦。河床上的某个角落有个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游戏区，可以感受到日本传统祭典的热闹氛围哦。第一次参加日本祭典的两个人又兴奋又开心，两人兴致冲冲地前往游戏区，马上就发现了超适合棒球选手来玩的游戏，只要用指定的球击倒那堆积木就有奖品可以拿哦。要丢蓝色的，还蛮难的。佑宁真可惜，没关系，还有安慰奖可以拿。接着来看看敬宏的表现。这感觉比较重。爆掉，又爆掉。哎，根本没丢到。爆。大力又爆。佑宁展现了卡努里永不放弃的精神，再挑战一次。哇哦，好球！打中了积木的佑宁来到领奖区领奖，可以从这些玩具中选自己喜欢的玩具哦。这个是你说这个啊？接下来要挑战射击游戏，然后把子弹放进去啊。で、この弾あるんですけど、この弾をここに奥まで10個入れてもらいます。对了，倒，啊！我都射到哆啦 A 梦，他就不给我倒了。哇！那应该比较重，我又没有了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就是像捞金鱼一样，用捞金鱼的那个螺，然后去捞球。所以是很难捞。快破了！还可以再用吗？哦，全部啊！对对对，他超强的，抓到诀窍了。应该没机会了吧？12個あるんで、2つ好きなやつ選んでください。两个。现在捞几个了？十个。十个还没破，好厉害！先给他吹干一下。我们都不知道几点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们都不知道几点了。要几个了？我不知道。放弃了，已经破掉这个。OK， 对，够了，就这样。你行。OK。然后送谁？我想送给那个。你要点谁？啊。
行くわけな。サンキュー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这个祭典是谁都可以免费入场。会场的舞台上还可以聆听现场演奏的优美音乐与欣赏舞蹈表演，甚至还可以观赏极为罕见的日本艺伎的优雅舞蹈哦。好啊！除了小吃摊的食物之外，只要事前预约，就可以在现场享用豪华的寿喜烧料理哦。看看这大片大片的双酱牛肉，是不是很过瘾啊？大条哎，就很道地的寿喜烧吧，跟在台北吃的那个不一样。你不觉得？你不觉得那个酱油，嗯，蛮甜的，嗯，台湾的是很咸，然后。这个比较好，而且食材比较丰富，就比较不一样。有那个蒟蒻吗？这是面条还是蒟蒻？蒟蒻，有些蒟蒻就蛮不一样。第一次看到寿喜烧。那你们就是刚刚玩游戏啊什么，然后来参加这个祭典，觉得怎么样？嗯，觉得很特别啊。然后以前看到这个可能是在卡通里面，就是才看得到这种传，这算传统的。对啊，传统的祭典，然后以前其实也很想要来这种地方体验一下，这样。那今天体验到了？就很好玩啊，就有一些小游戏啊，然后送一些还蛮有趣的小礼物这样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拍戏的时候，也有一段是庙会的、啊，然后那段也刚好因为下雨，然后没有那个，所以想说今天我们有机会第一次来参加这种，就感觉还不错，然后。就玩到一些类似台湾夜市，可是这边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感觉还蛮新鲜跟蛮有趣的。开心吗？开心啊！佑宁与静红的这趟旅程，先是到了与 Kano 有关联的甲子园，接着造访了离甲子园不远的日本温泉圣地有马温泉，泡了个舒服的汤，还迎接了这门热闹的祭典。他们在有马温泉不仅体验到了许多日本传统文化，还感受了当地的民俗风情，真的是一趟很棒的旅程。下一集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电影《Kano》的导演马志祥、监制魏德胜以及其他演员们来到了甲子园历史馆参观的特别节目，可以在历史馆里听到他们对于加农队最真实的感受。